子已经空了一半。不补刀是吧？都别补。我觉得你这不爽。红 Q 之前往前压。给他血块变黑，算了，他亏兵线。他亏兵线的，好极了。谁的红？哇，皎月的。哦，那拿枪还亏了。他好像也能接受，他买了个药光了。请让鲜血都流出来。救下我119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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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你们今天会陪我熬不，兄弟们？会不会陪我熬？明天我还正常直播。今天不管我今天不管熬到几点，不管打到几点，我明天正常会直播。啊，明天不直播是狗啊！明天必须，明天一定会正常直播的。就今天不管打到几点，我明天都不会影响正常直播啊。先说好啊，先把它放着，明天一定正常直播。我觉得你这话很不爽。当心他要红。让我们合伙干吧。嗯，能不能下都是个问题。一次重大的决策。你还 Q 我？怎么我没升六啊？我本来想 EW 把小兵打死的，但小兵没死，不然我都不用叫这个神。三，血液正在慢慢滴落。这个要多少钱？2150。
在我国服第一传人面前摆桶子，你玩得过我的桶？请让鲜血。我的传人有多年被A桶经验。扩大天空，那是。收获之月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兄弟要气死了！带节奏的风向，带节奏的风向，带节奏的风向。没有那种在想招个房管都很难，想招个小姐姐当房管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。异地登录的账号异常。牛肉哥，牛肉哥在不在？牛肉哥，就你得可能得待一会儿改个密码了，牛肉哥，这个ED你需要改密码了，啊，ED登录的，就账号风险了嘛，你要改个密码才行啊，你需要改个密码，牛肉哥，牛肉哥听见的话可以改个密码，好吧？打完这把我得重上 TGP 了。对，打完再改，等打完再改，现在暂时不要改。一个一，一个 Q， 还不走吗？你这么勇，这把。他没有橘子，他橘子刚刚交过了。这把我们的机会真的是来了，这一把。一次重大。可以去下，应该要吃个塔皮是吧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给你吃，不要吃我经验就好了。好啦。漂亮，我不能帮队友，得让，说实话，得让他们崩一点，不然的话不行了，得让他们崩一点的。拿不拿到还不是下班，我拿不到就不会下班，兄弟你理解错了，拿不到这个直播间就不会关。什么叫拿不拿得到都得下班？不可能下班的。15个 MVP， 500个人头，15个五杀都得拿到，有一个没拿到就不能下，我就不会下。
强制下播，我也会来播啊。血块变通，哎，要扫码合伙的。他把蜜橘给交了，先吸点血。感觉队友自从来到中路之后，全部都还变得有发育啊，把他们都带起来了呀，这真的是把他们都带起来了。好炸！这么多残血。炸到了，都被他回了。血块变厚。回家摆帽子，专注。
飞杀！这女枪有伤害呀、啊，她有伤害呀、啊，老铁们，她有伤害呀、啊。换掉了还行，一个 Q 应该中了，没有走位。就不能挡，替我挡那么一下吗？都跑得那么好快啊。68法穿吧，法穿吧，机会，机会有，机会有。这蛤蟆打的有点厉害，蛤蟆有点厉害。我这波得用双张把他们双路直接硬杀掉，叠一下杀人书，不然伤害会偏低。他蛤蟆很肥的。打团打不动，这不得硬来，就是硬来，双招拿两个人头，血块变厚。哎呦，我操！啊！急了，我急了，我急了。没事，他们没闪了，他们没闪了，他们没闪现了。
打不过船长吧？漂亮。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。哦，对面都还挺厉害的这一把，挺猛的。怎么个个有闪现啊？这个也来个闪。AD 没闪，锤石没闪，打野没闪。得先打团，拿点人头先，补一下装备。故意 K 的，我操！故意 K 我五杀。这能不给的吗？说句实话，讲道理，这队友五杀了，你这还要故意去 K 掉，过分了啊！哇，操了！过分了，这真过分，这种五杀他都要抢。没事，调整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我只是觉得可惜，不给就不给，还是要赢，努力了。小问题小问题，喊得我们嗓子都哑了，不差这一个啊，不差这一个，只是有点气。没事没事，我觉得咱们不差这一个。你让我很不爽。哦，蛤蟆交替了。先把神话刷出来，算一个，不算不算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，不用点了，算一个，没必要，说五个就五个，无所谓，好吧，没事，兄弟们，不用，可能他只是不小心，问题不大，我去先把神话再刷个大药吧，等我下一波双招打团，我全技能有机会的。
2650，2650。把象牙塔给他拆了。他要再 K 一波我就不行了啊！他如果下一波再这样子，他再给我 K 掉，说什么我这把都要摆了。啊，这一波算了，真的算了，没事。他妈他们要是再给我 K 一个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请让鲜血。没事，牛肉哥，没事，真的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拿个蓝 buff 加 CD。我的舞台来了，这一波杀！谢买沙利不能五杀的血瓶，我操，你在干啥？不是老板，你现在他妈的都买我不能五杀都来了，你是想赚钱想疯了，真的。这波扣波六，不用再计较那个五杀了，这波五杀就有了。哇！坏了，坏坏坏！没事没事，等下一波。送礼物还能禁言，这个送礼物的兄弟他不是普通人啊，你可能不知道、啊、他不是普通的，这是老板啊，这老板、啊、我得吃我得吃，没事，我没交闪，我这波就是把闪现留那个留着的，等准备下一波。我觉得你让我不爽。好，加油这一波。心脏的优势绝对不会让他们过轻。